高铁站，路上有很多返乡的游客，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返乡，而是要跟家人们一起去高雄晒太阳。那现在呢，在等车道，那我们等等就准备上车往南走咯。骑行之前呢，想要先带他到左营附近的龙虎塔走走，先去搭火车吗？想象中的多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没有走到龙虎塔那里，但是天气还蛮不错的，视野也还蛮好的。可是要从哪里进去，哪边出来？是要谁先啊？龙虎塔应该是先从龙进去吧，所以我们要先走到龙那里。拍塔的阿布，啊你好啊吼，啊你有开拍开心吗？有啊有啊，有啊，啊我们也是得去行啊不？对啊，好好，会使啊吼。来得刚好跑，赶快！你很感谢哎，你刚好听到感谢。我这靠，这我这有感觉。还是要喝甘蔗汁比较有甘蔗味，甘蔗汁没有什么味道。但是就是解暑，然后妈的，刮刮乐没中。开莲潭这里，出发去骑行喽。所以你对马吉兔无兴趣，啊，那些阿兔阿只狗追你无兴趣，那你对迄只招财进宝都兴趣，有兴趣。所以他现在正在跟招财进宝拍照。终于走到捷运站了，16分钟的路程，其实挺热的。先来研究一下怎么去西子湾啊，是这里耶，西子湾。所以我们要先坐到美丽岛，换橘线到西子湾。好，走 ，Go。地方呢是在莱尔富旁边的鱼市场里面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货船室里面的人蛮多的。我们应该买个什么？我们应该换个。现在只是买。这里是旗津老街，肚子超饿的，那我赶快去找海产店吃饭吧。
直接挑最近的海产店吃午餐。然后今天过年期间人比较多，目前是85号，还在等。然后刚刚已经先把菜点完了，就等他们叫号，然后进去吃饭。走进去，马路的部分，大马路都不能走，因为警察看到，他一张罚单300块。里面的风其实蛮大的，但还蛮值得来玩一次的。虽然白天太亮，但好像看不太出来有什么样的效果。那我们现在要去牵我们的脚踏车，要往下一个景点前进喽。骑了大概十几分钟，抵达了这一个彩虹教堂。骑了2个小时，就是去到风筝公园，再从风车公园回来，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。然后现在呢，正在排回西子湾的渡轮，人还蛮多的，已经绕了一圈排过来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